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泰新汽车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车是2017年马自达 CX5。 那这台车呢，现在有夜市认证、里程保证，还有新车保固中，目前的售价是79万9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台车吧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引擎的部分，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有通过 ES 第三方认证。接下来我们进来看配备的部分，那因为它现在才跑4万多公里，那我们看看上面就可以知道说它都是在原厂保养的，所以这台车是有里程保证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方向盘的部分，这是定速、音量控制跟电话接听。这台车当然有 iKey， 这是抬头显示器整合导航路线，原厂多媒体影音萤幕。那它有很多功能，像应用程式啊、音乐娱乐、通讯还有导航。那它还有倒车显影，那它有双区恒温独立空调。那它还有 Sport 模式，那当然它有电子手刹车与 Auto Hold。 那这是循迹防滑、车道偏移，那这是前车雷达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内装的部分，因为前车主非常顾车，加上又跑少，所以皮椅的部分看起来没有任何使用痕迹，跟新的一样。它还有电动椅。我会推荐这台车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新车价109万9，那现在才跑4万多公里，79万9就可以入主是非常划算的，而且它的外观兼具时尚品味，那安全性又够，其实 CP 值真的很高。加上这台车还有通过 ES 认证、新车保固中，对于不懂车的人来说，就算买回去也不会有后顾之忧，所以这是我推荐给你们的原因。现在我们看的是后行李箱的部分，它除了宽敞空间好运用外，它还有一个遮阳帘。最后再跟大家重复一下，这台车是2017年马自达 CX5， 现在有 ES 认证、里程保证、新车保固中，售价是79万9，欢迎大家来泰新汽车赏车。实在就是 SUM。